几点？啊，这个这边都是他 normal 的地面的声音，就是车来 detect 的，你给他跑，他拍 video。是，那上面，嗯，上面刚有一个。在哪里不知道。好嘞。在出去 deck 上。把这个放在哪里面？怎么设置？就是刚才。刚才因为之前他有在那个之前刚才那边，是因为 system 我们刚刚修理了，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 software。所以用 software 的时候，那些你那个卡已经不见了。这样你有没有办法 remote 到一个 site 可以给我们看 ？remote 的没有不可以 search。啊 ，remote 的 search 不了。啊，因为你刚才看到的那边有很多发 log 的那些地方，是都这个才可以 remote 的，没有 search。software 更新的时候是这样的。嗯。你 software 更新是更新的这个，因为。没有，你记得吗？他这些 file 他其实是收在他们的那个 main drive 嘛，哦、那录影呢是收在 C drive 嘛，啊在那个 另外的 drive 另外的 drive 嘛，他说我们 restore 的时候是 restore embedded chip， 它一个很小的 chip， 啊，所以档案很多这种档案就是其实是收在那个主要的，没错，他这个是 chip。他那个零是就 station four 了，啊、对吗 ？station ID， 然后 station ID， 然后 IU number， 然后 location。啊，那现在的 MVM 这个 location 是 configuration 那边可以加的。那如果说 hard disk 话，所以你们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叫 review building 还是什么 building？ 没有，他们那边在那边可以换嘛？他们他必须在你这边，我在。